你越推的越干净。你怎么这么帅脸呢？骨头啃的啥样啊？来瓶奶喝啊？饿没？饿没？饿没？喝瓶奶啊？现在奶粉他妈供不上了，立马饿了，饿了。上会议室吊坠啊，好了，喷碘伏就行了。咬了需要打针吗？愿意打就打呗，打了也不一定那啥，不一定好用。你啥造型啊？你天天哪个狗天天这么睡觉呢？室友好几天睡，你没有个危险意思啊？吃饭吧，看看一块羊肉，那加点猪肉，吃哪个？吃哪个自选啊？吃都不爱吃啊，准备给你炖醋了吃了。都放臭了吃啊，来，咱们吃鸭子，肚里扁。今天外面吃不了了，外面今天阴天，下雨了，晚下雨了，晚下雨了，出不去啊，不出去了。去吃肉去，上。瘦，哎妈，这两天没吃饱啊，这是，奶粉你也不爱吃。走，溜达圈啊！看看溜达圈啊！出！咱这是有名的，我觉得。你越推的越给你了。你怎么这么帅脸呢？快点快点，小姑娘罚你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小姑娘罚你。叫黑虎，快点，小姑娘罚你，行。